大家好，我是阿远。阿 Wang 啊，那个系阿 Wang。然后你们再猜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去做什么东西？我们现在去摘那个飞柴啊，那个矮矮的那个飞柴。飞柴出来了，飞柴。哎。Hello。飞柴。昨天拍我 vlog 不是啊？讲我很久，三分钟变六分钟不是啊？我有没有讲到几分钟？你自己讲。这个不用讲啦，看样子就知道刚睡醒啦。几点了？你看，3:30啊，刚睡醒啊，几好命哦，现在的人。事实是什么？你自己懂啦，不用我讲啦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在阿 Wang 的店。其实呢，今天呢这个 video 呢，我是想要跟你们介绍一款 apps。这个 apps 呢是我近期呢在 App Store 里面发现的，它是一个交友软件来的，它的名字呢是这个，这一个就是这一个 Good Night。Yo， 所以呢，我现在就到了我的工作室啦，然后这里明显是厕所啦。今天呢，我要给你们介绍这一款 apps 呢，它的名字就叫做 Good Night。所以这一款 app 呢，它的名字呢，它什么名字不啦？它的玩法呢，就是它是一种用声音交朋友的软件，所以你会交到什么样的陌生人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所以它好玩的乐趣就在这一边。它的玩法就是你随便打给一个人，然后那个 apps 呢，它就会帮你连线给其中一个陌生人，你不知道这个陌生人是来自哪里的，然后你就可以去认识他，去跟他聊天这样子。所以我现在就玩给你们看。就是这一款 apps 啦， Good Night。 所以开进去过后它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我已经注册了我的账号在里面，然后你还可以在那边看直播咯。过后这一个是你可以打电话给人，这个是你可以选择性的打电话给人，但是你要是VIP 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子做啦。然后这一个咧，它就是随机配对，看到吗？我会根据你的筛选条件随机配对适合的人选。讲筛选的条件呢，就是你点这个，然后你就可以选男生女生所有人，我当然是选所有人咯。然后年龄呢，它是从17岁到无限制。然后距离呢，你就可以选你要多少 km， 30公里，80公里，100公里，或者是无限制。无限制的话呢，你就有可能匹配到台湾外国的那些人呐、啊，所以如果你选无限制的话，就可以很大很大的范围，可以搜索到其他国家、其他州属的一些朋友。来，小明来，讲完了这个。快点来，你点这个东西，你就可以找到女生跟你谈恋爱了啦！快点，快点，渴望爱情的家伙。我问你今天是什么条件？按开始聊天了。可以按加速排队。加速听嘛，我忘记跟你们讲哦，加速排队呢，就是你进了 VIP 账号的话，你就可以享有这个功能啊。因为如果不然的话，你平常你要打给人，你是要排队的嘛。但是如果你加速排队的话呢，它就会加速你排队的时间。我在讲什么？喂，有人。Hello。Hey yo。为什么这么多 YouTuber 你不讲，偏偏讲阿元？因为你的名字是阿元吗？哦，对。Hello， 你好，我真的是阿元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叫我雷我啦！真的。我不是阿元的那个。我不是阿元，为什么我声音会这样像？这样代表你没有看我的影片哦，因为我前几天才 post 我跟沙子在一起。想确定你是不是阿元吗？哦，这样你懂我跟沙子在一起几久啊？你懂啊？懂啊，我 follow 你吗？哦，这样啊，哟，你这个问题考倒我哎。
好真是阿元啊，他们在一起四年啊，什么他们？我们在，我们在一起四年，我们二零一四年十月一号在一起的。你先讲 ，Hello 原子弹先。Hello 原子弹，哎，真的吗？我还真不敢相信。你在 story 对我啦 ，OK， 我现在要打给下一位了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我真的有点吓到哎，为什么一接的时候他讲你以为你是阿元妹？那个三开始用叫哎，有点高用，可以用个戏啊。所以你要遇到事情哎，首先你名字要放阿元子，但是你的身体也是要顾一下，你听不懂。你的身体很像啊，我的身体很像。OK， so 我现在就打给下一位，开始聊天，然后加速排队。喂，喂，你是哪里人呢？send 照片来了，他 screenshot 刚才那个我那边，然后他就问这个真的是你吗？然后呢，我现在就要回他信息，让他相信，在这个 apps 里面也是可以遇到我的，要不然他不相信。所以我要回他什么呢？我跟他讲这个星期六的 vlog， 他就知道了。OK， 我这样子回他，你等着这个星期六的影片。所以我现在就发送。他这次应该相信了吧？他没有理由不信了吧？你
顺唔顺啊？你而家顺咗未啊 ？OK， 我相信聪明的你们咧，就看得出这个影片其实是一个业配影片啦，就是这个 Good Night 交友软件的一个业配影片啦。所以这个 Good Night 公司他们在找我之前咧，我就已经有透过朋友的介绍，已经有开始玩这个软件了的。我觉得这个软件也蛮有趣的啦，就是可以透过声音来认识别的陌生人朋友。然后它值得你信赖的地方就在于它都是用声音来交朋友，所以全部都是真人，而不是机器人或者是电脑人那种啊。然后这个软件其实也是免费的啊，如果你下载的话是完全不需要付任何费用，你只需要在我的 description below 那边有一个 link， 你点下去你就可以去下载了啦。 OK， so 今天的 vlog 呢大概就到这边，可以画上一个句号啦。然后这个影片是一个不可以让沙子看到的影片，要不然他就会问我为什么你去 download 这种 apps 来玩，你是不是要找小三，你是不是要找第三者。没有啦，讲笑的啦，他不会这样讲啦，但是就这样子咯，我也不懂我要讲什么。 so 今天影片又到尾结束啦，原子弹们，我们下集来讲集。拜拜，原子弹们，我们下集。